身体都比较消瘦，体质非常差，所以证明了就是他们经过长时间的饥饿，没有正常进食这个母乳和能量的摄入，所以对这些救助，就是前几天我们主要是加强营养，然后进行一些胃肠道这种吸收的这种药物的调整，所以现在基本都恢复正常。